三十三条，新的在哪里？单章这一章，司法院有提司法院补充资料，提出一个单章，第三十三条有司法院有一个修正动议啊，有一个修正动议。那么针对司法院的修正动议，大家有没有意见？第三十三条。看一下啊，三十三条，三十三条底下单章，单章有一个单章，拿给那个李鸿钧委员一下。哦，对对对对，是法官评鉴委员会由法官三人、检察官一人、律师三人、社会及学者及社会公正人士六人组成了啊、哦，这是评鉴的一个组成，那这个三十三条，我们照。照司法院的修正动议通过，有没有意见？没有。好，那三十三条我们就照司法院的修正动议通过啊、哦。这个部分我还是再表达一下意见了哈，因为现在这里就是说法官评鉴委员会它的组成其实是蛮重要的。那对于这评鉴委员会的组成，现在目前其实大部分都是法律人。那因为现在就说在这个实务上，或者说在媒体报章媒体所揭露的，经常呢就是说这些的不管是法官或是评鉴委员或是检察官，都欠缺各种的多元的观点，包括弱势的关怀，包括性别的观点。所以呢，如果说全部都是或是大部分都是由这个法律人所组成的，他其实是欠缺这些所谓的多元的观点。所以是不是应该要有更多的这些的非法律人进来，能够让多元的意见能够被看到、被听见？那这样子才能够对于这个的评鉴呢，能够更客观公正。这个在三十三条，对。学者及社会公正人士就六人，这个不一定是法律人哦。对，我知道，所以在这里要不要就是说，他社会公正人士能够？那这个是司法以后，你们可以用看是立法说明还是附带决议来处理。他本身学者并不限定在我来。这个我就比较持另外不同的看法。嗯哼。我是觉得即使社会公正人士，可是这还是要有一定程度的法律专业跟背景。我凭良心讲，叫我进去审，我还不一定会看得出他的真正的实质的内容。哦，这个已经不是牵涉到性别的问题，也不是牵涉到弱势的问题，这牵涉的是一个专业的问题。那在这个专业的问题里面的话，社会公正人士必须也要具有他该有的基本的法学素养，啊，不然你要怎么评鉴呢？你如何来审？所以这方面我倒还是觉得，可是在这方面更应该要把它写清楚、讲明白。这所谓的社会公正人士，他而且要一定要有程度的这样子的一个专业素养，啊，不然你如何来做审查？现在叫我信，我嘛不一定审得动啊，院长。我了解，我倒是持另外。啊，有影啦，所以我相信未来再聘评鉴委员。也会考虑到学者及社会公正人士的评鉴能力啦，一定会啦，不可能叫就要叫不捌的来要评鉴，要要创啥？所以我想，我们这个就照司法院的修正动议来通过了哈，因为这个涵括比较广，我相信司法院不会去找没有程度的学者跟社会人士，我相信不可能啦，所以我们就照司法院的修正动议通过了。因为版本列举的这些也常坦白讲弱势啊，包括公益啊，什么人权啊，列举很多，包括两性啊、性别，这个列举不完啦、那你说纯粹由非法律人来评鉴的话，我也觉得这个很危险。我希望就照行政版本通过哟。好啦，好，好不好？司法院，是不是可以在立法理由这个所谓的就是？社会公正人士那里稍微加上一下，应该注意他的一个多元性以及这些的性别的观点。好啦，立法再讲了好不好？立法理由你们立法理由可以啦，就是要多元啦哈，多元不要指定单项啦，不要指定说什么弱势啦、性别啦，但不要，你就要多元啦哈。三十四条，那是规定三十四条就有了。好来，好来，好那三十四条，那三十三条我们就照司法院的修正动议通过。
那我们进入34条，34条我们就保留了，因为时代力量党团有他的修正动议版本，34条保留哈。来，35条保留，我们就35条我们也保留了哈。36条，这个36条哦，我知道36条是有民进党党团跟司法院两个修正动议，那到底你们没有做一个协商吗？是要照民进党党团的协商，还是要照司法院的协商建议条文？36条是啊，第16页、16页、17页、16、17啦。跟院长说明一下，也跟各位我们说明一下，这个条文我们当初在讨论的时候，那后来我们有两个方向，第一个就是说，就没有受评鉴法官承办个案者，自受评鉴事实终了之日起，起算3年。本来是原来的两院版，或者是当在审查会通过的是3年，2年。那在这个部分，我们希望就是说，在时间的这个起算上面，大家都有一个一致性，所以第一款就调整为3年。另外就是说，在牵涉受评鉴法官承办个案者，那其实这有好多种的情况，所以我们目前我们比较倾向后来司法院提出来有4款的版本，把4款的情形就时间的起算点就一个说明。那另外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就是说，在于那个民间司改团体他们的意见，希望是可以从裁判确定后起算3年，这样可以把申请评鉴的时效拉长。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在我们审查会的时候，还没有就这部分来处理。那后来大家讨论，那我们是提出这样一个建议的版本，就是从裁判确定后3年起算。那是不是请司法院再就刚刚就是后来你们提出来这个版本再做一个完整的说明？现在就是因为那个周委员，到底是你刚才讲的是民进党的协商修正条文，还是司法院的协商建议条文？这个有点误会，因为他们的物质以司法院你们现在提出来的4款的版本为主啦。有啦，有啊，你要看第17页嘛，16、17，你要翻开第16、17页。这里面有4款啊。刚才周委员讲的都是司法院协商的建议条文啊，就是上礼拜我们讨论。对了啊，所以民进党的协商修正条是不是就撤案呐、就以司法院的协商建议条文啊。好，这两年该三年先确定嘛。啊，这是司法院的建议条文啊。那虽然这样条文，这个是不是完整？司法院怎么会变成3款？上礼拜不是讨论是4款吗？现在有2款，有一个2款，一个3款，一个4款，还有4款嘛。但是方向上是没有错啦，只是文字上怎么浓缩而已。你可能是受评鉴事实，那也是后面的陈述而已啊。起算时间，这个现在的版本起算有啦，起算有啦。后来我们讨论的那个版本，起算3年没有问题啦。上礼拜四、礼拜五，然后有在谈的嘛。你的第二款没有放进自裁判确定起后3年哦，你的第二款没有放进来哦。来，那个能不能赶快把协商的条文赶快提出来？你们他刚才周员说有4款，你们现在这边只有3款而已，民进党只有2款，你们现在只有这边3款，是哪一款漏掉？而且你们的第二款并没有把自裁判确定后3年这个放进去哦。对，我们有一个版哦，是4款啊，其实意义都是一样，只是比较清楚了。啊，你为什么不用那个提案呢？来，你去影印了，拿出来大家马上看嘛。就是那一个你们协商的那个4款的那个影印呐、那个你们既然协商好，为什么你们还要把它修正呢？
周委员，你去跟他们了解一下，到底怎么一回事？不是有一个四款版本。是，是不是那个四款？没啦，别卖走，无啦，而且都大家该保留都会保留啦。你咧讲遐，咱咧讲遐有讲遐啦。来，是还把那版从最后版本写出来啊、哦？好，那这个去影印，这个去影印，赶快，赶快影印，赶快。那个谁，我们那个委员会帮他们影印，赶快。啊，你们既然都已经协商好，为什么今天协商你们司法院没有提出那个修正版本，还自己提出一个修正版本？就是说，当初就在这个过程立法技术的问题啦，他们有，因为就是讲后面比较清楚。那既然大家都讨论好，就要依那个为主啊。啊，你看现在不是浪费大家的时间？好，那么这个在影音的过程，我们第三十七条啊，第三十七条，我们照民进党的党团协商条文通过，有没有意见？三十七条没有，有修正。修正三十七第十七页，全部都发，那边也发一下。三十七条最主要的争议是在于法官出了什么样，他是要可以要求自我评鉴一下，是这个意思吗？三十七条最主要就是说，有一些因为申请来评鉴的，譬如他有不合法的、超过时间或显然没有理由的，要做一个筛选的机制，把它筛选掉。那他可以要求去评鉴嘛？法官要求评鉴来评鉴他自己嘛？是这个意思吗？法官评鉴他自己的是在另外一个条文，在三十五条。哦，这不是三十七啊？对对，不是。哦、OK， 好，好，那三十七条就照民进党党团修正条文通过。再回到第三十六条，这四款有没有问题？周委员有没有问题？我再确认一下，就是说第三款的部分，我们是很明白的把，牵涉受评鉴法官承办个案，并以裁判终结者，是裁判确定之日起算三年。那但是有一个但书哈，但自案件办理终结日起算逾六年者，不得请求。那是不是这个就是说有一个 deadline 啦，就是裁判确定后三年内可以来请求评鉴，但是呢，如果从案件办理终结日起算逾六年者，不得请求，有一个控管的时间。那就这个部分，再请大家看这部分是不是同意这部分的一个规范，这样子就还是要做一个停。好，当然，啊，否则就没完没了嘛。对对对。好，这个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啊。我们就依照协商这个条文通过啊。好，第三十六条，这个把它就依协商条文通过。来，现在到三十九条，三十九条啊，我们保留三十九条保留啊，三十九条保留，第四十条保留。第四十一条，大家看到第十九页四十一条，四十一条有没有什么问题？四十一条照民进党党团协商条文通过，有没有问题？好，没有问题，我们四十一条照民进党党团协商条文通过。现在四十一条之一保留。四十一条之二保留，四十三条保留，四十八条保留，四十八条之一
四十八条之一，照民进党党团协商修正条文通过，有没有问题？没有。好，没有，我们就通过照民进党党团协商修正条文通过。四十八条之二，保留。四十八条之二吗？四十八条之二吗？对。不，这个等一下保留，等一下会回来，回头再来谈。嘿，好。你好，不啦，我们都很正。第四十八条之三，我们照民进党党团协商条文通过，有没有意见？没有，我们就通过。来，第五十条，保留。第五十条保留。第五十条之一，照民进党党团及司法院建议内容通过，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们就照民进党的司法院的条文通过。第五十一条保留。第五十二条，照民进党党团修正及司法院建议条文通过，有没有问题？好，没有问题，我们就通过。第五十五条，我们照民进党党团的协商条文通过，有没有问题？没有，我们就通过。第五十六条，对的，第五十五条啊，对。你现在要讲第几条？55啊，你们没有提案嘛？对，它是跟39条的关系啊，是55条是双轨嘛，哈？对，就是要不要经过监察院这样的一个制度，所以39要用保留吗？对，好，55条我们保留。保留好。56条，照民进党党团协商条文修正通过，有没有问题？也是联动的，跟39条都联动。56条要保留，好。59条呢？我们照民进党党团及司法院的建议条文通过，有没有问题？好，没有问题，我们就59条通过。59条之一，保留。59条之三，照民进党党团协商修正条文通过，有没有问题？好，没有问题，我们就通过。来，继续看。59条之四。我们照民进党党团修正条文通过，有没有问题？没有。好，59条之五，我们照民进党党团协商及司法院建议条文通过，有没有问题？没有。好，那60条之一就不予增订，大家有没有意见？没有。好，那我们就通过啊。那第61条，照民进党党团及司法院的建议条文通过，有没有问题？61条哦，没有。好，那我们就照民进党党团协商修正及司法院的建议条文通过。那我们进入63条，63条我们照民进党党团及司法院建议条文通过，有没有问题？没有。好，那我们就通过啊。69条。